南山，悠悠红分晴。在这片充满希望和活力的绿色土地上，有一座历史文化名城，它叫余姚。说起姚城，美在它的烟火气。如果能吃上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，再加一碗热汤，那是生活给予的馈赠。而如今，家乡人们对美食也有了另一种诠释。四明山的番薯枣子，陆部的豆酥糖，朗霞的豆浆，其中梁弄大糕还上过《舌尖上的美食》节目。方方正正的大糕上刻着“福禄寿喜”“吉祥如意”等字样，寄予着人们美好的愿景。再说姚城，美在他的近起心。奶奶说时代在变，那个泛黄相片上老旧的小村子正是家乡当年的面貌，我隐约间看到了时光的影子。而今天的这里，高楼林立，灯火璀璨，有着如诗如画的四明山，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看漫山遍野的红枫，举行一场场盛大的宴会，看雾凇在白雪的洗礼下优雅的身姿。有着让人心驰向往的阳明古镇，你不妨坐一坐姚江上的游轮，看一看夜晚迷人的景色。也有着七千年灿烂历史的瑰宝河姆渡遗址，它依旧静静地向人们展示着它那卓越的风姿。姚城的繁华早已在我心间塞得满满当当。还说姚城美在它的深情意，妈妈对我说，这些都是姚城这片土地哺育的孩子，妈妈希望你长大后可以向他们学习，为城市贡献出自己的力量。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，而在未来，在城市需要我的时候，勇敢地站出来，担起责任。作为新时代的少年，当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奋力奔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。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即便不能至，一心向往之。